这么好玩？热多玩一次，玩蛮不错的，蛮现实的，好不好玩？又不回家下去。过来一点，这个得比较熟一点啊。他每次都跟我很熟啊，他就会嘟嘟。你要从你那边角度看，他屁股会离，哎，他屁股会离缝。每次在二楼就是他。哎，我帮了你包他，那你不要这样子定点，他才看到屁股。他你要蹲着看他屁股侧面。我开始了。侧面要拍他屁股。不要碰，就直接带着就好。他还在拍，不要动，看他屁股了没有？不动，你看。有啊。有没有？走。有没有？快让屁股离开。